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可以说是百花齐放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芝加哥华人艺术团将会继续送上他们的祝福，送上他们的演出。接下来是大合唱《传奇》和《You Raise Me Up》，指挥是刚才回娘家的可爱的美女指挥员王一，钢琴伴奏武行健老师，同样是我们芝加哥华人艺术团的灵魂人物。我们静下心来，静静听他们的合唱，有请。想你是你在心间，
谢谢，谢谢我们芝加哥华人艺术团合唱团带给我们这么好听的歌，唱的真是太好了，我一句没听懂啊。当然了，头一首听懂了啊，因为第二首是首英文歌曲，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